江明呀，三年不见还这么瘦啊。你睡觉流口水啊？还给我。咱们可说好了啊，刺杀失败就得赔钱。昨天晚上失败了吧？那我收账了。差不多行了。收钓鱼去。出钱雇你。输液损毁，这钱是不是得算你头上？去哪儿？去拿钱盒，当朝探花楼，跑来龙州街头骂你。对呀、啊，千载难逢，赶紧赶紧。那我得学两句。走。徐芳，我耳鸣了，还真是。徐香儿让你留在武当照顾我，那你可惨了。哎，你属小狗的。这黄瓜熟了吗？不许动。我就不信你还能十二个时辰守着呢。你这算是刺杀未遂了吧？是不是得赔钱啊？我扎地。嗯。干嘛？过年啊，给你点礼物。你好歹是个世子，过年就送根绳。不要就还给我。干嘛不要？回头卖了，说不定还能赚一点钱。徐凤年，你怎么跑我屋里来了？这是我屋里。不要解释啊！你快点走。我穿个鞋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都怪这老头。江明，我家丫鬟。丫鬟，东房的。